Vegas 这个城市我远远的看的时候是最有感觉的，一下子从周围什么都没有的地方，然后瞬间进入到很繁华的，每一个酒店都修得跟皇宫一样。我连着扔了十个，因为温泉我看了这么多次了，但这次最特别的是居然可以让我点歌，你忍不住你就想要跟着音乐一起嗨，不自觉的就放过自己了。